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判惊奇》，我是大宇。那现在这个季节呢，海边已经是渐渐的热闹起来了。年年风景皆相似，可今年海水颇不同。大家可能问哪里不同了？一样可以博浪嬉戏，一样可以恣意沙滩，但这个不同啊，不是轻易能感受到的。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现，全球海洋的温度从今年三月开始就不断攀升。 到了最近几周呢，更是直线飙升，直接超过二零一六年的历史记录，且平均超过零点二摄氏度。可是大家应该会问，有没有搞错啊？零点二摄氏度，这算什么事儿啊？初看这个数字呢，我跟您有一样的想法，这算个什么事儿？但是呢，人家一位海洋学家的简单一句话，就让我意识到这不简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海洋学者 Matthew England。 他就说呢，你得想想，全球海洋有多大的体量，多大的面积，这么大面积的一片汪洋啊，提高零点二摄氏度，得有多大的能量才能把它加热呢？所以不可小觑。但在现在呢，最令这些科学家们心里没底的是，他们目前还无法解释，不知道从哪来的能量啊，把海洋加温了零点二摄氏度。 而且呢，这种升温呢已经持续了四年，只不过呢，进入今年四月之后，升温更快了。温度如果继续飙升的话呢，很可能是带来一些不适应的海洋生物大面积死亡、珊瑚白化等等更严重的生态问题。而且呢，要知道的是，海洋吸纳全球百分之九十的热量，反过来讲呢，它也能在一些时候释放热量，这可能会从其他更多方面影响人们的生活。 我这个人呢，对所谓全球暖化议题啊，还持保留态度。而且呢，换个角度讲，如果单单全球暖化能解释目前全球海洋升温的话题的话呢，那科学家们呢，早就以此做出解释了。现在只有一种比较表面的解释，说这叫圣婴现象啊，就是跟厄尔尼诺现象有关。所谓圣婴现象呢，主要是指东太平洋呢，每隔几年就会异常升温。 那目前的解释是，主要是跟赤道区域的中太平洋还有东太平洋的暖流有关。那么前几年呢，一直是反圣婴现象，也被叫做拉尼娜现象，与圣婴相反，是指东太平洋降温。所以科学家们认为呢，目前海洋升温是圣婴现象回归的征兆。但问题是，现在圣婴现象呢还没正式回归，而且升温的不只是东太平洋，所以啊。 目前的状况仍没有具备说服力的解释，可是现在跟海水升温可能有连带关系的热浪，我们是能体会到的。美国在今年四月提前进入温暖多雨的季节，昆虫活动提前。那中国、越南、泰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也在四月就出现了热浪。泰国当月呢出现了四十五摄氏度的高温，中国的长江流域从成都到南京、杭州一线。 都创造了高温新纪录，在江西省提前到来的高温呢，也催云化雨，竟然在现在就因为特大暴雨造成了洪水。那五月四号以来，江西至少十个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出现暴雨和大暴雨的地区则接近上百个。那江西全境呢，几乎都被雨水冲刷，很多地区泡在水里。最严重的几个地区包括江西宜黄县。 当地黎溪镇的水位已经可以没到人的肩膀。那么，五月五号，江西新余洪水漫村，桥梁冲垮，道路边的山坡呢还发生了泥石流。同一天，江西抚州也是一片水乡泽国，地势低洼的地方呢都被淹没。五月六号，江西宜春丰城市的一处河堤决口，造成当地四个村庄被水淹没。有一列火车呢刚好穿过了江西的相应区域。 那条铁路呢，可能是地势比较高啊，还在运作。可是往下一看，铁路以下不再是以往的村庄，而是一片汪洋，只有一些房屋呢露在水面上。有当地村民对记者说，自己几十年都没遇到这么大的洪水。我们知道，二零二零年时呢，长江流域爆发过洪水。那这位村民呢都没提，说今年目前他遇到的是几十年来最大的，可见当下这洪水之猛。 而且呢，还不是六七月，现在是刚进五月，而现在就遭遇暴雨和洪水袭击的还不只是江西，福建省多个地方呢也出现暴雨啊，再加上江西两个省份，一共二十一条河流发生了超过警戒线的洪水。在海拔更高的青海省，虽然没遭遇大暴雨，但下的是大雪。五月六号晚，青海果洛州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境内。 出现严重暴雪，还遭遇冰雹，使得道路非常的难走，危险。那五月五号前后呢，贵州省遭遇的是罕见的冰雹，在瓮安地界雹子下的噼里啪啦啊，有的像鸡蛋那么大。同一天呢，在贵州遵义，冰雹像瓢泼般从天而降，奔袭到地表的一刻呀，就好似子弹砸到地面一样，对房屋和村庄都造成损坏。其实呢。 罕见冰雹之灾早在四月二十八号就袭击了贵州省兴义市的一个县城，当天一个下午就下了三场冰雹。光是这些四月及五月初的天灾呀、啊，就已经让人觉得很压抑了。可偏偏这会儿啊，疫情又双若浊的出现反扑。五月五号，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COVID 的疫情不再是全球卫生紧急状况，等于把这场疫情在全球普遍的降了级。 可是这场被称为“中共病毒”的疫情，还真是偏偏对中国大陆情有独钟。如果单单像我们上期节目引用的很多大陆微博网民们的相互谈论呢，很多网友说到家里啊、单位很多人阳了，北京和武汉的高校呢又出现了隔离。如果单单说这些网上的议论，还不足以为疫情在中国再次升温的证据的话，广东东莞市的东城街道五月五号晚间在其官方微信公布的消息。 则算是官方正式认证的疫情警讯。实际上呢，早就有官方的相关动向了。中共疾控在四月底最后一周公布的疫情感染病例总数，就是上一周的三倍。而这次东莞的官方公告内容是什么呢？是说从五月六号到十三号安排连续八天的核酸检测。难道全体核酸检测的套路又卷土重来了吗？这是去年十二月底放松清零之后啊。 官方通知的面向全体推行核酸检测的第一弹，去年中共当局放松清零前夕呢，中国两百多个城市爆发了年轻人抗议清零的“白纸运动”，虽然短暂，但却声势浩大，被认为是八九六四以来中国大陆年轻人最为世界刮目相看的一次行动。面对如此民意浪潮，清零幽灵如果再次现身。 不知会激发民间怎样的反弹？只不过呢，本次东莞东城街道的核酸检测通知上啊，在字面上写的是面向有检测需求的市民。什么样的人算有检测需求呢？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是否使用了直接或间接的胁迫方式呢？外界这就不得而知了。那间接方式啊，比如，虽然说核酸检测是自愿的，但是。 搭公车买票去一些公共场所，核酸阴性证明的话，那你说你去不去核检呢？是吧？那现在民间议论最多的就是担心这种核酸检测呢会死灰复燃，变成又一次强制全民执行的清零政策的续集。可就在此刻，那个钟南山的雕像呢却在网上不胫而走。一位网友分享了没注明地点的照片，啊，显示一尊钟南山的立像被裹着布摆在那里。 那分享的网友说呢，那是裹尸布，可能是讽刺的说法。那实际上呢，这可能是这个雕像刚刚运到位，准备揭幕。可是众多网友在相关照片下留言，表现出气愤。那一位网友说呢，实在搞不懂，疫情三年，自始至终他到底都做了什么？那另一位网友也说，他做什么了呢？就会在镜头前说三道四。那当然了，还有他热推的莲花清瘟。 除了直播带货啊，基本上就是官方传声筒。在此前的表彰大会上啊，习平亲手给他戴上了一款大金链子。至于网友把那个叫什么链儿啊，我这里就不重复了。而早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钟南山曾就读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就立了一尊钟南山自己的人头像，在当年呢就引发巨大争议，大家都反问：凭什么给他立像？ 那不少网友当时呢就说，应该立项的是李文亮等人。那当然了，像李文亮呢，曾经在某些方面也是没粉红，但至少人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敢于真名实姓接受采访，讲出自己觉得应该说的真话。那钟南山这类御用专家呢，他们可曾有过任何一次不顾个人安危给民众请命呢？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判惊奇》的节目。 欢迎您分别关注和订阅我在“干净世界”还有 YouTube 上的新闻派经济频道。那更多节目的相关信息啊，您可以查看置顶留言。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